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板只有300。啊，他的口袋尺怎么那么恶心啊？哎、欸，边抽边抽，靠边，好像也没什么可以边，有没有什么主控手？哦，没有，啊、哦，边高上好了。嗯，集市加工艺先拿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潮崎哲是球员资料。是个懂躺的玩家吗？他为什么要自编高杀？没有，那是我按错了。他以为要被那只就按下去了。我刚刚按错，没办法回击，他就照着我编，怪他。这手高杀，编的没意思。刚手残按错，没注意到对方已经出字幕了。哦，完了，他好像是不懂躺的，他怎么在那边晃？哎呦，第一球！不要一直晃啊！你是醒猴啊？完了，完了，他是不懂躺的，不是？他这个潮崎哲士不是选来干的。选来搞耍的完蛋啦、啊！是醒猴流的啊，完啦、啊！一直在那边瞎晃啊！哎呦！不要再晃啦，妹妹，猴子要哭啦！那个真的只有醒猴会这样乱转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哎呦，刚刚怎么都不在点上啊，所以。阿吉西，他是觉得他自己可以晃倒那个公寓，是不是？能不能不要去瞎搞？痛苦哎、欸！这样不想给他球了。
我那个内心觉醒还没叠起来，养成了，养成了，养成了。月升位，为什么他为什么他为什么要一直这样转来转去？不要再转了啦！插好你的红岩杆不就好了？哎、欸，没跳，不要再转啦！哎、欸，没点吗？看，哦，这么精准的点，拿助攻啊，妹妹！天才！勝利を呼ぶ男と呼びなさい。私のことは。我猴子很细节，帮我卡哦，别让对方抢篮板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是在击败耶！哎、欸，你娘啊！嘿嘿 ，Mike， 潮起你能不能踩好岩杆啊？你再转一次，我就放飞糖，好都不会就下去。至少麦多重要了吧 ，Tilda？ 看你娘啦！一直转，一直转，怎样啊？勝負してやる。もっと褒めてくれ。畜生欸，这些人。我有大招，哦，竟然丢轰啦，他已经落三球中投控位啦，吓死啊！咖喱娘啦！快！你他妈还不走？我还记得，我走不走？咖喱娘啦！电红，看真的是电红。远方的七十块赞，中锋在杀下。哎、欸，他已经顶了很多球三分了，他为什么最后球不直接顶，还在那边假动作？前面就只有一个攻击而已。